头痛点啊，第九个穴位后头痛点。后头痛点呢，是在小指第一指尖关节尺侧，赤白肉际，啊，第一指尖关节尺侧，赤白肉际，它的主治就是后头痛和目痛，啊，就是后头疼和眼部疼。这个呢，直四也是一到二分，斜四三到五分，啊，三到五分，同样是，啊，在你运用手法的过程当中，你要令其患者低头、仰头、闭眼、睁眼，这样，啊，一个呢。就是令其他头部的活动，啊，头部的活动。一个呢，令其他呢，眼部的开合，啊，眼部的开合。